对，这里叫做伊达扫。我今天不是有介绍吗？我们在日月潭呢，总共有四个码头嘛，哦，今天我们入住这里叫做伊达扫码头，然后最大的码头呢叫做水色码头，然后还有一个叫玄光式码头，另外一个叫做朝雾码头。那朝雾码头呢，跟玄光式码头比较小型一点。朝雾码头也就是说呢，一天最早的阳光是从那里出现，叫做朝雾码头。等一下我们准备要停车咯，今天晚上需要用到东西，你要跟他见面的东西记得一定要带着走哦。